六十块钱的东西，现在已经有人出了200多万了，买辆法拉利是肯定没有问题了啊。会吧，老王带你了解超级狗托梦的故事，都是几十块的成本，鉴定后直接逆袭，人生赢家真你敢信。好了兄弟们，这绝对是平民啊逆袭的最终极典范了，一个梦想中的逆袭，相当于挖一个低宝图，挖出五宝，五宝卖了，五宝卖了玩盘子，盘子够了玩附魔啊，盘子够了买宝图，高宝图，高宝图挖出兽爵，兽爵然后买彩票啊，一个不强化的140级女头出了5级别加愤怒啊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梦幻西游里翻倍次数最多的极限逆袭了啊，没有比这个还极限的。你有你的155级别，但是你成本高。一个140的不强化无级别，一个140的未鉴定的不强化女头的价格应该是650万啊。无级别凝滞啊，无级别凝滞，皇帝爱美女，这打造师也啊，有点那种网络小说的味道。老板你别太冲动，别太冲动，别太冲动，这个出了好东西固然是要开心的，但是吧，但是我不买，废话，这头跟直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关系的啊，这超级暴力的140无级别凝滞头，老板你为啥这么兴奋呢哥，你是看我视频回归入坑梦幻的，你我是不是指引了你方向啊，你出了2个无级别，这是140的无级别灯笼啊，也就是原始种族为仙族，只有仙族能用，相当于这个灯笼相当于一个飘带，140的飘带，用546除以3加541，再加上133.33啊，综合的话是856，摆的价格呢，这把武器10多万是一定的啊，因为它856，就算它是15段宝石的话，来到了848，这两个都是极限逆袭。这把武器游戏币750万啊，帽子的话咱们算个700万，总共是1450万除以1150，总共是126逆袭2件无级别，这不扯你们。碎甲一修理加再生，双物爆一伤害，这还是个小物爆凌波城是吧？无级别加奇音三叠啊，兄弟们，以前看的图多多少少有点马赛克，这回兄弟们你们可以死心了，人家是真的逆袭啊，剧本你不敢这么写，但是人家确实鉴定出来了，60块钱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人出了200多万了，买辆法拉利是肯定没有问题了啊，90心，纯心应该是不够啊，但是也说不少，说不好啊，毕竟才出一天，看一下他其他的装备都出啥了。二手帕拉麦拉能买吗？这个二手帕拉麦拉能买4辆吧？老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昨天晚上睡没睡觉？应该是睡不好。原来的号在梦幻西游里呢，也是有身份有地位，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是一个3万块钱左右的号，109级七球满满强身满强壮满神速，然后带着3物爆的灵士，在109级追求着自己的极限物爆啊，心情好的时候打满临时杀个天罡杀个地煞，对吧？这也就差不多了，这现在能一样吗？啊？请原谅我此前对你不尊敬的态度。就这么说吧，80级无级别笑里藏刀头啊，卖了10万，那90级的不得卖20万啊？100级的不得卖35万呢？110级的不得卖50万以上啊？这帽子对不对？你这帽子无级别罗汉笑里藏刀，然后你的是110不强化的女头，这个女头成本多少钱？他妈出了3蓝字，点完套装4蓝字啊！所以说这帽子我觉得肯定是50啊，没啥问题了，就是。罗汉笑里藏刀精青啊，当然罗汉精青一定比笑里藏刀贵，但是笑里藏刀肯定比流云凝滞啥的啊要好那么一丢丢啊，笑里藏刀是必备特技啊，风系的必备特技，但是流云凝滞放下啊，放下也算是必备，流云凝滞并不算必备啊。最近鉴定梦幻军火的人特别多，但是出东西的话不是特别多啊，但是出的东西每个东西都特别的暴力啊。好了，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这位配得上这首背景音乐啊，无级别之夜已经连续举办了4个月，出了3个无级别，其中第4个月没出无级别，并且到现在已经累计4600件了，
但是老板不一样，一己之力一个人鉴定了 N 个无级别，无级别爆29点伤害，爆20力量的枪，无级别的女头连都强化都不强化，晶晶跟无级别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困难，晶晶罗汉啊都很难，还有无级别啊，最关键的是这个帽子，还有谁？这个帽子太狗脱了，无级别加光辉之甲，造型140的。36级的小号，建号时间2021年9月29号啊！这家伙的这个老板是争分夺秒的在赚钱啊，兄弟们，争分夺秒的在赚钱，建号就是为了来提款的啊。真的，要不是我对网易公司特别了解，我还以为这是什么其他的小游戏内部给员工发福利呢。这个号确实是运气超好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鉴定成就。没有鉴定过玉清、水清、野兽之力、放下屠刀、罗汉金钟啊，先出的晶晶和无级别破甲、人生之光啊，出了逆天的双蓝字，点过专用，但是没出梦想啊。鉴定的成就真的很少，但是出的东西真的多啊，这个就没法说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嘛啊，这没有办法。无级别加光辉晶晶，关键他这个帽子出了，他就等于啊拥有了一切，不知道是不是老板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老板的人生轨迹呢是上个月11之前建号啊，到10月6号的时候出的第一个晶晶，然后到10月8号出的无级别，然后他把这些之前鉴定的破烂都卖了，该分解分解，该出售出售啊，然后又鉴定了这个无级别，又鉴定了这个无级别，兄弟们懂了吗？啊，这个逆天的双蓝字第一次出跟无级别一起出的，无级别光辉之甲，我靠！所以说也没啥羡慕的。老板虽然出了100万的东西，但是也花了15万的成本。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敢拿15万去鉴定军火吗？在前途一片未知的情况下，你能做到吗？对不对？他这两件是7件装备出的，也就是前面的15万可能要亏了13万啊。前面的15万呢是出了晶晶和无级别枪，要亏13万，最后的7件出的这两件啊，直接前面亏的10多万，乘以10倍以上的还给了老板啊。告辞。